奥运我先说，今日我先说。大家好，我是信息搜罗官小 C。今天奥运赛场上有哪些看点呢？跟着小 C 一起去看看吧。北京时间8月7日上午，东京奥运会皮划艇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展开争夺。在这个首次进入奥运的项目，徐诗晓和孙梦雅组成的中国队以1分55秒495夺得冠军。乌克兰和加拿大组合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。北京时间8月7日，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进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。在团体项目决赛中，中国队以总分193.5310分拿到了该项目的银牌。俄罗斯奥运队则实现了该项目的6连冠，乌克兰队拿到了铜牌。8月7日下午，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陈量级决赛打响，中国选手谷红对阵赛会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叙尔曼，最终谷红以分歧判定0-3告负，获得一枚银牌。但这仍然是中国拳击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枚奖牌。在8月7日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足决赛中，巴西队与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决出冠军。在常规时间内，库尼亚和奥亚萨瓦尔各进一球，理查利森踢6点球。在加时赛中，巴萨就将马尔克姆打进制胜球。最终巴西2-1战胜西班牙，成功卫冕。8月7日中午，经过一番激战，美国男篮以87-82击败法国队，如愿拿到东京奥运会的篮球项目金牌，实现了奥运会4连冠的目标。比赛过程一波三折，比分一度焦灼。如果不是美国当家球星杜兰特等人的出色发挥，这块金牌最终归属还真不好说。北京时间8月8日，东京奥运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，总共决出14金。中国队唯一的金牌点是李倩冲击女子拳击75公斤级金牌，而女篮和女排赛场也将决出冠军，两场决战也值得期待。当然，收官日最大看点当属中国和美国的金牌榜头名之争。在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结束后，中国领先美国2金，李倩在收官日能否拿下拳击金牌，很可能决定中国军团能否保住领跑位置。 APUP 看热搜，先说你的观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湖 UP 主。今日热搜，东京奥运会中国跳水7金5银收官。北京时间8月7日，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10米跳台的比赛中，中国运动员曹原杨健包揽金银牌，这也是中国队本届奥运会第10次同时包揽金银牌。至此，中国跳水梦之队以7枚金牌和5枚银牌完美收官。看到梦之队如此统治力，网友们也不觉凡尔赛了起来。有网友调侃称中国队痛失铜牌，也有网友评论中国跳水梦之队，世界跳水不可逾越的珠穆朗玛峰。再次祝贺中国跳水队取得佳绩，完美收官。小 C 看奥运，看点我先说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。小 C 明天继续陪大家走进东京，畅享精彩赛事。好渴啊。电解质水，外星人，要补水就喝外星人电解质水。